向着坚守的目标，心中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小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神龙形态转换，龙人的力量永不跌倒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喷射狂热号角，属于我们的胜利号角。新奇穿越到远古的恐龙时代了，一群叫魔甲族的外星侵略者企图夺取守护这里的龙魂水晶，一旦水晶被拿走，世界会发生大灾难，恐龙都会灭绝，就连新奇身边的霸王龙都会消失。为了守护恐龙世界，新奇和伙伴们联合恐龙的力量，一起对抗强大的魔甲族。最终，他们到底能否成功呢？Hi!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新奇，你们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听到这边有情况，就跑过来了。新奇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美杜莎拿了时空水晶，还用水晶的力量让镰刀龙他们都消失了。等等，时空水晶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消失，说不定也能把他们带回来。这么说。只要从美杜莎手中夺回时空水晶就好了。那我们赶快去把美杜莎找出来吧。哇！时空水晶，发挥你的力量吧！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看来要给他点刺激才能唤醒他的力量。冰晶兽，用你的冰晶攻击它。马上我就能用时空水晶统治世界了。请问你有见到一只大变异兽吗？请问你有见过拿着水晶的女人吗？美杜莎到底躲在哪儿啊？美杜莎，终于找到你了！霸王龙，火球攻击！霸王龙，好样的！呱呱！我饶不了你们！呱呱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呱！呱呱！呱呱呱呱！这光难道是冰晶兽？是想让你的霸王龙也消失掉吗？霸王龙飞火列车形态转换，霸王龙爆炎合体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是飞火霸龙王被他控制住了。看来得击碎那颗蓝色冰晶，才能帮助霸龙王解除控制。飞火霸龙王，好好招待一下你的伙伴们吧。裂地万龙，挡住霸龙王！巨盾甲龙，趁现在去控制住他。很好，雷霆角龙王，去击碎蓝色冰晶。你了，霸龙王，我和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你都忘了吗？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呢。霸龙王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摆脱控制的，快醒醒吧！霸龙王，怎么可能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夺回时空水晶吧。冰晶兽，快击退他们。裂地万龙，战锤回旋。巨盾甲龙，破甲飞斧。炎龙弹，冰晶兽，美杜莎，快把时空水晶交出来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也休想得到！冰晶兽，给我吃了它！
回事啊？没想到时空水晶还能这样用，冰晶兽，解决掉他们！本小姐的下场。不要啊！下集预告。荆棘宇宙追上冰晶兽，他们必须夺回冰晶兽肚子里的时空水晶，但龙战士们却不敌升级后的冰晶兽，无奈之下，霸王龙图珠要进入冰晶兽的肚子里取出时空水晶，主动被冰晶兽吞掉的霸王龙还能安全出来吗？请看下集《斗士的抉择》。